不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！放开！什么情况？怎么突然就亲上了？心跳还这么快？刚才你干嘛扑过来？你别恶人先告状好不好？明明是你自己不安分乱动，才导致我不小心绊倒，不然我想摔倒吗？你，帮你看看吧，别碰我！让我帮你看一下，又不会怎么样，我又不会对你干什么。如果要是严重的话，我还可以送你去医院呢。疼吗？不疼。这样呢？你这样按当然疼了。应该没有什么大碍，这几天别走路了。在家里好好休息休息吧。不走路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走路怎么上学啊？谁跟你一样，整天有人提鞋接送？如果你要是点头的话，你也可以啊。点什么头？做我女朋友，就这么难接受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你的身体还无法进展到实质阶段，所以每一次有肢体接触，你就会排斥。交了这么多女朋友，也是为了掩饰。你想试试吗？我对你可是完全不过敏的。要进一步证实我试验的结果，那就需要你和我有更亲密的接触了。你吓唬谁呢？我跟你讲啊。不要嚣张！好了好了，不玩了，我都岔气儿了。那你还跑？给你一次告白的机会，让你解相思之苦。来吧，你说什么话我都接得住。我没什么好说的。我才不信呢，你这个人就是心不对口。那换我来问你，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一直纠缠我？喜欢你胖得不过敏，喜欢你年轻貌美。这些我都知道，说一些我不知道的呗。喜欢你力气大，吃得多，什么事呢都写在脸上，从来不加掩饰。然后呢，喜欢你能吃苦又能干，什么事都喜欢亲力亲为，完全不占别人便宜。还有啊，平时特别怂，喝多了酒呢特别自信，不喝酒的时候呢就是个胆小鬼。啊，你过分了。其实啊，你不需要被别人改变你自己，总会有人可以接受这个真实的你的。你不需要做到最优秀，只要做好自己就足够了。喂，给点回应啊，我长这么大可从来没有夸过别人。不听话的刘海
谢谢你夸奖我，这个回应够大了吧？不耐烦的热天气，心情会下雨，阴晴不定，想你。我渴望的我们，原来只是他说的你。我渴望的我们，本来就只有我自己认真。